好，我们现在在做忏悔哈，有两位比丘尼。一般我们忏悔，当然在家居士能够找有时候具足戒的师父们来做忏悔哦。那有忏悔干净，你会觉得整个人是非常心安的。最重要就是你那一份至诚恳切的心哈，愿意诚心真正的发露，不再犯。我们在发露完之后呢，平常我们随时二六时钟哈，一有时间就要赶快发露忏悔。等到我们半月诵戒的时候呢，你再完全呢跌出来啊，再诚心的忏悔啊。所以你发露呢不复常，你会感觉上人是非常清安啊，身体也是非常舒服的。那你在家里遇不到师父的话怎么办呢？现在我们可以透过在佛前啊遥祭佛。